据天安媒体报道，杨幂和赵又廷去年合作古装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让两人演艺事业再攀高峰，私下也拥有好交情，成为好友。今日两人则是为代言再合体，杨幂和赵又廷再聚首，互动超热络。赵又廷先表示有默契，杨幂也看着赵又廷说挺默契的。杨幂和赵又廷合体为服装品牌代言，适逢新年，两人都身穿红色衣物拍照，相当喜气。在放出的幕后花絮中，杨幂和赵又廷被问到再次合作是否默契依旧，两人都异口同声说挺默契的。赵又廷再表示真的挺默契的，杨幂随后也说很默契。而当杨幂被问到赵又廷在《三生三世》长发及腰的发型，赵又廷逗趣做出拨发动作，杨幂则表示喜欢对方长发，甚至希望赵又廷能留长发。对此赵又廷笑说，那你要给我几年的时间。两人互动逗趣，展现十足好交情，